资料过去，然后就哎、欸、收到试镜通知了，嗯，然后他才发一个试镜带给我看，我一看就嗯要讲话要干嘛干嘛要喊，我才知道原来是甄选团长。哦，所以我一开始以为其实是要啦啦队啊，你原本以为是乐天女孩，我以为是，那你转啦啦队来过年啦？哎，我不知道是乐天女孩，我只知道知名球团啦啦队，不知道哪一队。我想说豁出去了就报吧，不管哪一队都 OK。那有人会说你的初恋是什么时候？我初恋吗？初恋是高中吧？高中是初恋。那你第一次在哪里？第一次在哪里？他家吗？对。紧张吗？紧张。就问你不紧张吗？我没有特别、那所以你都在上海下？我会先上后下。我为什么要来这里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头太郎，你怎么在这啊？我真的很像那个头太郎你在这干嘛呀？你今天来怎么样？你有看过那个真人版的电影吗？就那个头太郎，然后打怪那个。对呀，你今天怎样啊？头太郎，你今天来取经吗？头太郎不是取经，对啊，取什么？那你这个衣服是什么呀？衣服要一直自录吗？我先吃到你的口水了没？我很宅嘛，我就是一般
我以为是壮壮哎，壮壮他不算啊，壮壮本来就是啊。你刚刚不是说乐天吗？他是我一开始最先认识的、啊，因为他是团长嘛。对，我们两个一直以来都是比较在一起的。然后慕言会揪你私底下玩。嗯，慕言是因为那时候，因为我跟大家很熟，对，第一年，因为我们就是不同的休息室，然后我们练舞也不会一直一起对，然后有很多女生，我就不知道很害怕，不知道跟谁讲话。怎么可能上手都会害怕、啊？我没有到害怕，但是我怕人家觉得我装熟啊干嘛的、啊。对，然后我就先就是安静的做自己的事情，然后是因为后来慕言不是。对 MC 吗、嗯？然后就跟我同间的，哦，在那边同间休息，对，然后我就跟他开始变很熟。哎、欸，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？怎样？他胸口有个痣哎、欸，我有啊，哎、欸，跟我一样，脖子也有痣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哎、欸、我一个，我比较大颗，哎、欸，可是他脖子痣很多哎、欸，多啊，三颗，好酷哦、喔。这边讲，可能这边有病，我们要小心。什么、啊？乱讲话啊！想问一下，什么原因想要当应援团的团长？哎、欸，我也蛮好奇的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一切都是意外，怎么样？意外。我跟你说，那时候呢，其实我那时候看到，因为我在来当乐天之前嘛，我以前是广告演员，所以我就认识很多 casting。然后当初呢，球团是委托一间 casting 来甄选女团长，你们都不知道，你们到那时候报名的人数达100多个人。哦，真的、哦，真的，我等一下讲给你们听。然后呢，那时候，因为那时候我有点迷惘，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，但是我就还是喜欢跳舞跟表演，但我的家人好像比较希望我可以就是当老师，哦，老师，因为老师稳定收入，对。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，不行啊，我还是不想要去当老师，因为我已经当过了，我当过一年了，我知道我自己不是喜欢当老师的人，然后所以我就想说，那我还是想要表演，但是我光靠试镜广告好像也没有办法真的活下来什么的。对。然后我想说，看到刚好我半夜在滑滑就看到，哦，有这个甄选通知，说知名球团，那时候真的很隐秘哦，知名球团甄选啦啦队。
我们没有那么多。那专辑要几首歌？八首歌。然后有人会说，请问你有男朋友吗？会来板桥吗？那你会去板桥吗？请问？你不会去板桥的问，就偶尔会去。我的母校台湾艺术大学就在板桥，就在板桥。希望大家可以多支持，那我这边就抽一件，还有